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美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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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一样的歌，不要用一样的歌了，对了。我们从上个星期、上上几个星期啊，做完那一集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坐在这边，一直叫美女，美女，美女。我回正也，美女，美女。我们终于又回来了，没有错 ，Yes， 回来跑什么？美女，美女，美女。廖伟，有没有看到你的左边是谁？哦，美女。今天有人来 surprise 你。对，是，而且今天呢，你打这个他是恨你，我这边打的是爱我。我觉得这跟我是一条线，自作多情。说今天的主题是变装，所以是怎么样？那个女生变装啊，就有那种反差感。哦，没有男的啊？没有没有啊。OK， 好 ，OK， 我们来来来，看第一个。笑笑。哎，我还好，我还好。涂那个黑黑的是什么？那个黑黑的在哪里？那个是面膜啦 ，Hello。他突然拔不见，好面膜哦。面膜。我觉得他前面比较美哎。看 original 真的吗？嗯，其实我觉得它没有，它反差没有很大、啊，它的反差本身这样子就已经很漂亮了。OK， 好，下一个。我是觉得为什么你还要变衣服？那刚刚的衣服就很好了吗？哎，这个像韩国明星哎。像是，像蛙啊，哎，有一点，蛙，宝宝宝蛙，他像 IU 啦，说 IU 谁 ？IU 谁吧？我不懂哎，不懂啊。你不懂 IU 是谁？我不懂。Sorry， 其实我也不懂。你今天是电台 DJ 哎，我播中文歌，我哪有播韩国歌？不是，什么都懂的吗 ？DJ 什么都懂的吗？没有啦，屁啦！你是 DJ 什么这么厉害呢？这样聪明，这样聪明我就不坐在这里啊！难怪你早就不坐在那边了。对。Hey, hey. 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，脚踏七色云彩娶我。悟空。哎呦，紫霞仙子。至尊宝《大话西游》周星驰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？你不要装，你不要装年轻啊！因为周星驰的一个电影叫做《大话西游》。对，孙悟空。我怕这个audience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两个昂哥在这边讲这种？讲到周星驰，他就讲了。对，你不知道吗？这种东西只有昂哥会看的吗？我觉得我不是被他的美色骗了，我是被那个主题。不小心被打了几次 ，OK， 来下一个。哇，如果他穿成这样的大末班车，我会吓到哎。晚上一个穿这样，快点跪啊！啊，不是我的菜。他 before that 是，我就喜欢女生穿那种狐狸这种。嗯，他不是你的菜。嗯，这个他有在上一集出过哎。哎，来看叶伟的反应。哦，这个真的很美。中啊，有没有？真的没一样的。他现在黑眼圈很深哎，他就是过后没有睡觉啊，他想要穿什么东西？哦，他想要坐大末班车聊了。难怪，没有他那时候是另外一边，现在是另外一边。哇，记得清清楚楚嘞。哇，你这么真爱他？不是，我的记性是比较好的。哦，真的。哇，不要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我们想一条街把你挡住，谁是边？这个很 Q 哎，这个很像那种日本动漫里头的那个样子。我觉得有些人呢，就是他有那种 cosplay 的嘞，嗯，那 cosplay 起来会变成好看。对，是，对对对。突然间变装的时候，你感觉他就是有一个 character 在那边，一个 personality 在那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礼物。礼物什么？那你知道他在 cosplay 什么吗？cosplay 变成一个椅子，谁去知道还挺打哈打哈，你坐下这样哦。嘿，谁来了？婚服去向中国婚服进发。Oh my
那种女王的那种架势的，就是 like 哇 ，I'm the queen 这样的感觉。你这样，你跟他结婚都很适合。哎，你阿嬷跟他结婚，他也是很适合。你看他中国人跟他结婚也是很适合。对，而且我感觉他有那种霸气，这样子有点 dominating 的那种感觉的。OK， 所以你是喜欢 dominating 的还是？看情况。都可以，没有了，离开是他喜欢被 dominate 啊，不要讲出来嘛。小屁，哎，他是有两个脚哈，哎，这可爱嘞，这可爱。我很想知道他刚刚讲什么，他讲笑屁啊，小屁。没有吧？的电影为什么他的声音是这样子？对，为什么是男生？我才发现到。啊，流行啊！我会用 TikTok 是吧？你用 TikTok 讲用了吗？对啦。这不是我的台。你不喜欢这样子的、啊？他在那边这样子。不要，这种观众不要。本来是还好的，你这样做一下啊，哇！更惨，我觉得很多男生会喜欢这种哎，就是有一点了，妖艳 sexy 这样子，然后扭一扭这样子的。对，车你穿一下，还是不要了？不知道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惊喜哦。对对对，没什么惊喜，就是很 expected。下一个给你惊喜，你要惊喜，我给你惊喜。他是男的，哇！这是现代版的春丽嘞！呀，他是男的吗？他是女的？他是女的吗？他是女的，他的身体是……我觉得他的白色已经大过他的头了嘞。他的感觉是给我好像就是这个东西是 P 图上去的啊，对对对，头跟他的身体是两个不一样人的，对，是分开来的，不适合燕尾，比较适合燕尾，我 I would say 比较适合燕尾，有点太懂了，有点太懂了。啊，来下一个。这是同一个人？同一个人吧？那不同人吧？我觉得是不同人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这是骗的。看多一次，看多一次。你看，这个脸比较圆一点，他脸比较圆，然后比较大一点。你突然间变尖呢、欸？他下巴完全变了，不可能一样人，因为头发的颜色都不一样。那刘海这边他是到这边而已，第一个，然后这个到这里。对，假的，你们觉得真的假的？告诉我们，对 ，comment 一下，或者你们可能去调查过这个东西，也让我们知道。嗯，来，全网最强微博变身，妈妈，假的啦。没有啊，是同一个人，肯定是同一个人。同一个人啊，假的啦！同一个人啊，你再看那一只，怎么可能真的？同一个人啊，肯定是真的。全网最强微博变身，同一个人啊，假的啦！同一个人，你看他的微博是一样的嘞。你又不要骗我啊！你看这次，看这次，你看他，你看多次，你看多次，看头发，戴假发。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哎！骗人、啊！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！你们在耍我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假的啦！真的，一样人。他这是 make up 来的，他开始的时候是 make up。我也想 make up 成这个样子哎！你想说第一个？是想第一个吗？第一个啊！像刚才讲，第二个。我没有被德西怎么第一个？好，大家让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OK， 来下一个。我还没有，一定没有了。没有了吗？No， 哦，还有一个啊，你看，没有了。还有啊，那个最后一个 MP4， 来给他喽。那画上一个 frame， 画上一个 frame 给他。那，OK， 今天最喜欢哪一个？指甲仙子。好，如果讲说变化大的话啊，我觉得是那个 Grandma Sue 的那个。哦，对对对，对，那个真的让我真的吓到。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女王的。女王是哪一个？女王呢？刚才有一个婚纱的。婚纱的。哦呦，婚纱，婚纱可以。对，有品味，有品味。他突然间变身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种那种哦，快点告诉我这什么奴婢都听你的。哦，都快讲了，这个看美女不是个 A 片那个。
你设了13个 video， 不，十几个 video 可以做一个20个。对，可以做100个啦。因为我相信这个 Virus 是很乐意去找。而且我没有时间剪啊。不剪，我们做到动剪哦。对，不剪啊。而且你上次不是讲说我们要做秋秋，你没有给我们做秋秋。comment 啊，没有人 comment 啊。一大堆 comment， 我看你好。是吗？一大堆，是啊。你流量还没有上。各位，你如果要秋秋回来 ，comment 一下，告诉我们。你要秋秋 react video， 不要看这种。我跟你讲，不要秋秋没关系，至少让我们做一个小时的 series。对，是 non stop 的 ，live stream every day， 这样看到我们的眼睛怎么这样？哎，好，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你真的有看到其他的美女哦，哇，真的很美，或者变装很厉害的。tag 我们，不要 tag 我先，不要 tag 我就对了啊。tag 徐根白他是燕尾，对，还是要强调这个东西。对，不要 tag 燕尾，我们 tag Felix J， 可以吗？子杰没有 tag 你，没有 tag 到你啊？我会去报警的，我会发律师信给你。所以大家记得也要 share 这个 video， 让你所有的朋友都看到这些 TikTok video。OK， 我们下一集见，拜。